我啱啱上网查咗我嘅投票注册，我已经准备好要投票啦。我觉得非常好。你知唔知道民主党同埋共和党有佢哋自己嘅党内初选噶？亦都即系话你要同其中一党注册先至可以喺佢哋嘅初选投票，或者系注册一个小党，或者根本唔注册任何一个政党。你有选择嘅自由。呢、这个就系点解你选票上面嘅候选人可能会同我嘅唔同。我要去 Crater Lake 健走，仲要去海边享受周打蚬汤。知道点样确认系咪已经注册咗？你可以前往 OregonVotes.gov 网站。如果有任何更改，唔好唔记得最晏要喺五月选举日嘅前21日喺网站上面更新。我好开心啊！有边个要同我一齐畅游郁金香花海？